Hello，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仲哥。今天是3月6号，那我们聊聊今天的行情。那仲哥声音呢有点沙哑，因为这个假日呢被小朋友传染重感冒，所以今天声音呢稍微比较磁性一点，大家还请多多包涵。但是啊，该做的我们还是要做，因为今天行情呢非常非常火烫，所以这边呢还是要请大家帮我在影片下方按赞、订阅、加上留言。那我们也希望透过这样的方式可以帮助到更多的投资朋友。那也欢迎大家直接跟上我们家族成员的脚步。那请大家记得，目前的坊间呢，这诈骗集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多。那这种个这 Light 账号是小老鼠 BBA5820H， 那这 Telegram 呢是 FI17168。就这两个频道而已，请大家不要走错台，或是逛错家族。那如果被诈骗的话，这个都跟这种跟没有太大关系，因为我们已经一再跟大家提醒了，就这边才是这种跟专属的频道。那再来，我们看到今天的行情呢，这药盛呢持续往上大涨，那先进光呢也攻到这涨停板，那这家族成员呢真的是非常非常幸福。那事实上这两档股票我们已经帮大家追踪好一阵子了，我相信呢大家即便只是看影片，我相信呢你都可以赚到钱。那下一档妖股在哪边呢？请大家拨打0277251500 0277251500。那这个小秘书呢帮仲哥做了一个非常可爱的爱的小手，所以请大家一样请给我们多多支持。那我们会透过很多方式呢来帮大家更了解这盘势呢会怎么走。所以现阶段呢我认为行情呢非常的好，那大家一定要把握。那为什么行情非常好呢？除了大涨之外，我认为今天的盘势呢有它的意义在。那待会呢我们会帮大家来做个追踪。不好意思啊，仲哥应该请个 AI 呢来帮仲哥录影的。听说现在 AI 非常厉害，不仅呢可以帮你写文章，还可以帮你帮你录制影片。你只要人在那边，然后 AI 呢会代替你来出声，真的是非常厉害。那科技一直在进步，我们认为非常好，因为人类的历史上从来这样没有停下脚步。那这个科技持续在进步会带来什么影响？会有新的妖股出现。那为什么会有新的妖股出现呢？因为新技术投入之后，其实啊这边企业的这个生产成本呢会跟着降低。原本大家都认为高通膨会对这相关企业带来冲击，但是 AI 技术一进去之后，生产成本马上降低，那获利呢就跟着提升了。那最明显的会在哪边呢？我们举过去的例子来跟大家做说明。比如说在过去这大英帝国的时候，那时候应该是在中华民国应该是在晚清的时候，在清朝的时候，大英帝国那时候这个纺织业呢是被这个印度给打趴在地上了，因为这大英帝国工资比较高嘛，所以后来有个纺纱机出现之后，大英帝国这纺织的成品呢价格就往下掉。那价格往下掉，其实就会提高他们的销售竞争力。那在近期一点，我们可以看到 IBM 的电脑问世之后，苹果电脑也跟着问世了，再来是 Microsoft 的这个 XP 系统，再来我们看到智慧型手机，再来看到近期的 AI。 所以技术的始终在进步，那你不要认为说高通膨之下就没有机会了。那好比说3207的药盛，3207药盛呢今天是持续往上大涨，那今天是大涨 6%， 那这看起来是随时准备再创新高。那么短线涨幅呢已经来到多少？ 122% 了。那同样 122% 我们从去年七八月的时候就一再跟你提醒。那除了去年七八月之外，其实呢我们在古墓奇兵呢也有跟大家聊到。那古墓奇兵呢是每个礼拜二的晚上六点，请大家呢一定呢要准时收看。那除了这古墓奇兵之外，先前的一月营收创高股呢，我们在群组呢跟大家分享，这边呢也有提到3207的药盛。那为什么当时呢我会特别跟大家分享这张表呢？因为一月农历年嘛，所以工作天数比较短，那在这样的情况下营收还能创高，甚至呢维持着高档震荡了，
那后续呢，可能都有它的一个故事所在，所以你要去了解一下背后有没有什么样的故事。好比说寰宇国际投票，在它营收公布之后，可是连续往上飙了好几根，还有8227的这具有，甚至高利或是材料，我相信呢大家都不陌生。那营收维持着高档震荡，你可以看到股价呢也是震荡之后再往上创新高，药圣、美食、八方云集、龙钢，投票是不是都很符合这样的惯性呢？所以请大家记得，我的群组就只有这两个：BBA 5820H、Telegram Fi 17168，请大家加入我的群组。那不要呢，不要错过我的任何一个分享。那我相信呢，这样呢，你会比较有机会赚到钱。除了群组之外，我的影片也请大家一定要好好的追踪。更重要的是，麻烦大家帮我在影片下方按赞、订阅、加上留言。那这首歌喉咙痛成这样，来帮大家解盘，那真的要请大家给我们一个鼓励，帮我们在下面按个赞。你的按赞数越高，我们会越热情的跟你分享一些妖股，那也会跟你分享一些国际局势什么之类，巴拉巴拉巴拉之类。因为我们是短线交易起家，短线交易起家看的面非常的广。所以要请大家要多给我们支持。那在我们看到这先进光上周五呢是亮灯涨停板，那这短线获利呢是30%，你买100万现赚30万。那今天呢再次呢亮灯涨停板，好不好？有的人是尾盘呢才去追，那尾盘才去追，尾盘攻涨停，那当然是有一些像我们比较早进场了，有可能会想要先做了结嘛。但是呢，我们还没有出场。我们一张都没有卖，为什么一张都没有卖？请大家听我说来，这是先进光的扣讯。那这是呢大力光，我们在1月13号的时候有跟大家特别聊到这个光学主体呢，今年呢我会特别留意，因为你可以看到，即便在高通膨情况下，还有呢这个消费的这个非常低迷，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各个光学镜头厂还要调高它的资本支出。为了是什么？他们看到背后有什么样的现象？所以呢，今年的这1月13呢，1月19，我看到这样的讯息之后，马上跟大家聊到，今年光学镜头呢，光学族群呢，会非常的有看头。那今天呢，大力光攻到涨停板，那这个看起来就是走一个什么？走一个族群性的行情。族群性行情是什么？A 涨，B 也跟着涨。B 涨，C 也跟着涨，然后 A、B、C 在轮流往上涨，那这个就是我们最喜欢的族群性行情了。所以看到大力光涨停，我们根本没有必要卖嘛。其实先前我们曾经跟大家聊到过，我们那个时候先进光呢还会有拉回的机会，为什么呢？因为大力光还没有走出去嘛。那当大力光走出去之后，其实这个其他个股呢也会跟着非常热闹。所以除了大力光，这个先进光。我认为，这金国光呢，或许呢，你也可以特别留意，因为金国光呢有发行这个可转债，那有发可转债背后呢，通常都有特定人在，所以整个光学族群呢，大家可以特别留意。那后续呢，我们会利用量缩震荡拉回没有破底的时候来放大这个部位，所以啊，这光学族群呢，请大家今年呢。一定要好好的追踪。我认为呢，这里呢会出现很多的妖股，先进光打第一棒，那这个龙头大力光也动了，那就是代表说，我们先前跟大家聊到了，今年呢我们会好好特别留意一下光学族群。那另外是仲哥这边想跟大家补充的是，今年的行情呢，去年很好的，今年可能不会太好，顶多就是维持着区间震荡，因为基期呢比较高。但是去年非常雷的，这边非常很股价已经趴在地上趴很久了。那这边呢，你反而要去特别留意一下，因为这边很容易怎样迎来一个复苏。那今年呢，就是走一个复苏年，所以有时候要请大家把这节奏呢给抓好。当你把节奏抓好之后，我相信呢，要赚钱呢就不是那么困难。那女王节38女王节，宋哥这边呢有推出一个388狂扫精品专案，那欢迎大家跟上我们。
女王爷喜欢，我们就给他买起来，因为这边呢都会有人呢来帮我们买单。还记得我们之前跟大家分享过的一句话吗？我认为呢，年轻人呢这边应该要好好存你的第一桶金。当你存到第一桶金之后，用钱滚钱，用钱赚来的钱，喜欢的东西再贵我都敢买。这个比如说去吃个很老的日本料理，一餐吃下一万多块，喜欢就给它吃起来嘛，这毛蟹吃起来多鲜甜啊。或是我们先前跟大家聊到八罐寿司，这个八罐1342也是非常标，我们把八罐赚起来，你想吃几罐寿司随便你吃。所以请大家一定要赶紧跟上我们的388狂扫精品专案，喜欢的东西就给它买起来，我们不用再看价格。那怎么跟上我们呢？02-775-1500 02-775-1500。那回过头我们聊一下这加权指数。那加权指数呢今天大涨了，已经有开始这样要突破反压区的一个现象，这边呢已经呢要开始往上嘎出去了。那这边行情呢会越来越热闹，因为先前我们跟大家聊到，当上升轨道成型的时候，这边呢就会走一个另外一个嘎空行情。那事实上我们在先前跟大家提到，这个二月呢横向整理搞了一个多月，那这边呢预期呢三月呢会有个方向出来。那在二月盘整的过程中，我们也再跟大家提醒，只要这个缺口没有封闭，我们都可以偏多看待。那也可以看到搞了一个多月，不要说1月30号的这个缺口啊，连1月31号的低点都没有跌破。所以现阶段行情呢已经开始要嘎出去走另外一个嘎空行情了。所以行情会到哪请大家不用去预设任何立场，因为呢这边有机会是这样开始继续往上走，那你等到弯头再去做一个保守的一个应对，到时候都绝对还来得及。那现阶段就请大家好好现阶段呢就请大家好好跟着仲哥来抓腰。那再回过头我们看一下这个加权指数，其实这个张图呢我们也跟大家分享非常多次，我们可以聊到年线的扣底值呢进入三月会开始扣你在相对低的位置，那进入四月会开始加速往下。所以我这边一再跟大家提醒，空单的朋友好不好，空单的朋友请大家要特别小心。那你要过度追空的话，我认为很有可能会被咬到。那其实你在做空赚到钱，我觉得其实我也不会特别羡慕你。为什么呢？因为行情在走多，你却硬要去打空，那这个其实是一个摸头的行为。那摸头猜底其实都是一个很危险的一件事情。那当你在摸头的时候，它会不会又在往上过高？那往上过高你要不要停损？不停损可能就被嘎了，但是停损了它会不会又在往下回撤？那其实这会陷入一个决策困境。所以这边你要相信仲哥跟你讲的，现在是抓妖股的时候，而不是什么放空的时候。那其实我们过去也在跟大家聊到妖气冲天，我们最喜欢的不管是男生女生的也好，我们都要跟着什么，跟着仲哥来好好的收妖，哪边有妖气我们就往哪边走。那回过头我们再看到2月8号跟大家聊到这档9939红泉，那其实热钱冲线资料里面呢我们也有跟大家聊到这档股票。那今天呢是创了一个历史新高，我相信呢只要你有来拿资料的，你都可以赚到这档股票。那你那么说，咱每天就涨一点点而已，好像有点不太干脆。但是我跟你聊到的是，只要会赚钱，你管它走得快还是走得慢，买100万我们也可以现赚10万块吧。所以其实啊，这边我要跟你特别提醒的是，资金流向是非常重要的。只要资金有开始流入，即便你认为的大牛股，其实它也会跟着往上涨。所以我们要去留意一下有哪些个股获得资金流入。那至于资金流出了这些呢，我们就暂时不要碰。那其实呢这个资金流向威力呢，我相信大家已经都可以验证到。因为我们过去常常跟你聊到的是，今天进场买进隔天就马上往上喷出，
今天买进，隔没几天又往上喷出。你可以看到，先进光我们才买多久而已，一个月而已，一个月就赚了 40%。好朋友，买100万可以赚40万，40万我相信是一般小资主一年的薪水了。所以你只要跟着我们，其实人家说赚这个花钱如流水，但是我们要反过来，我们要是赚钱如河水，其实非常的一个轻松自然，就是这样跟着金牛像。那我们可以再来看到这个，回过头来看一下医院营收创高股，那你们发现医院营收创高个股有星象这一档3293星象在这边。那当时我跟大家分享这份表格呢，我也没有马上去做切入，我是等到资金流入的时候才进场的。那这边其实我们可以帮大家再做个补充，其实我们过去呢跟大家分享了蛮多资料的，那群组呢也跟大家分享过一些看法。那其实我们都是在帮大家建立起你的口袋名单。那建立起口袋名单，你要做什么事情？资金流入的时候赶紧跟着进场去做布局，资金流出的时候我们再跟着获利出场就好了。那其实资金流入的时候我们赶紧进场，我们可以少了很多等待的时间。你不会再说这档股票盘了那么久到底会不会上，他爱我他不爱我的。那其实这样其实我们都不需要这样做这种等待，因为等待其实是蛮令人讨厌的一件事情。我们喜欢是什么？买了就马上往上喷，买了隔没几天又再往上喷。所以这样的这样资金流向啊才是我们想要的。所以请大家不要错过我的任何一个分享，拿到我的分享请大家一定要记得持续追踪资金流向。那你可以看到我们是在3月3号上周五呢进场就买进了，买100万你可以现赚7万块，因为今天盘中呢是有大涨来到 7% 左右。那你会说仲哥这档我买不起耶，500多块我小资主耶。没关系，你的声音我听到了，其实我们有带一些家族成员呢进场去敲这个权证的。那权证呢今天是大涨 30%， 在3月3号 2.33 买进，那今天最高权证最高有来到 3.2 几的样子。那其实这边短线获利呢已经超过 30%， 买100万你可以现赚30万。那其实仲哥是短线交易起家，那短线交易起家你们的需求其实我都有机会满足你们的需求，不管是你要做这个股票也好啊，或是做这个权证，或是做这 ETF， 仲哥都是怎样非常的一个专业。那我们也有跟大家聊到嘛，我们参加这券商造势活动全省获利第三名，那这第三名呢是我们用真金白银实单，绝对呢不是虚拟交易，也不是拿别人的钱，而是拿我自己的钱真金白银赢得全省获利第三名。虽然其实短线交易有时候对价格是非常敏感的，对资金流向呢也是非常敏感，常常可以今天买隔天就马上往上喷。所以你喜欢买什么请大家赶紧的拨打电话进来，02-775-1500 02-775-1500，仲哥会带你呢抓过一档又一档的妖股。刚刚我们已经跟大家解完大盘了，大盘已经要往上喷出去了。那我们过去也跟大家聊到这个横向整理的一个多月期间，其实有很多妖股开始进入一个量缩整理，那这个量缩整理呢会形成一个高档钝化。那我们过去也跟大家聊到高档钝化见妖股呢是铁律，几乎可以白话文的讲就是呢，每一档个股你要它变成一个倍数获利妖股，其实都会经过高档钝化这个阶段。你买那种低档钝化它不会涨就是不会涨，不信的话你现在随便去买一档在横盘整理的低档非常久的，跟买高档钝化整理的，你去比较一下一个月过后哪一个个股的涨势会比较凶。讲台语讲就是高档钝化的股票会较歹，所以这边你要去留意的是有哪些个股进入一个量缩整理。那我们的绝对不是带大家去胡乱的追价，我们是带大家在资金流入的时候利用量缩震荡拉回没有破低来去进场布局这些精品股。虽然开团的388狂扫精品专案请大家拨打电话进来，拨打电话进来跟着我们你就会跟着我们一样不断的创造佳绩。你认为耀盛先进光形象只是赛道而已吗？其实没有，我们整年呢都保持着非常非常狂妄的绩效，
比如说三月、五月，再来这去年的七八月，再看到去年的这个九月，在去年的十一月、去年的十二月，其实我相信大家都是这样。或许你都知道，仲哥跟你讲金牛相非常重要，但是却迟迟没有办法跨出那一步，那你就要去想啊，你与其原地踏步，那不如就跟上我们，原地踏步，十年过后的这个小朋友长大之后，其实你还是在原地踏步，你要在市场上赚到钱，我认为非常不容易。但是如果你可以跟着我们一样，跟着金牛相，我相信呢，这些呢，你都可以赚到。所以请大家赶紧拨打电话0277251500，0277251500，你想要赚钱，你一定要付出行动。那去拉斯维加斯，你不下注，你就只是在那边看而已。不下注要怎么赢钱？你赢钱才会有艳遇，坦白讲就是这样子。所以请大家赶紧这样，赶紧把握机会，因为这高空行情又要开始了，上升轨道成型，那会有越来越多倍数获利的一个妖股，请大家赶紧跟上我们。最后0277251500，0277251500，再次跟大家提醒，那如果是下班时间的话没关系，影片下方有表单连结，欢迎大家填写表单。那仲哥要去喝口水了，我们明天见，谢谢，拜拜。本公司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且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你想赚钱吗？订阅理财周刊频道，18位专家提供最快最多样的看法，从每天早上10:30到晚上10:00，每30分钟就有一档最新影音上架。你还在等什么？下个富豪就是你了。